的沸水泡茶都会破坏茶叶当中的维他命或者叶绿素。有拿到龙井茶的时候，我也经常会看到你们会去做一个动作，会去闻茶的香味。不过你们会发现龙井跟乌龙有区别，因为乌龙茶发酵过之后闻茶的香味很香，所以它有闻香杯。那龙井茶的话呢，它属于绿茶不发酵，所以你闻起来香味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味。而且大家会发现啊，当我们有泡好茶之后，第一遍茶水不用去倒掉洗茶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一年四季杭州很分明，到了夏天秋天天气热了，茶上会长虫子，我们会把茶树修剪。到了冬天有看到下雪，雪水在茶树上一覆盖之后把虫子冻死。那到了春天发芽去采摘龙井，它不喷洒农药，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有加满水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。不过你们有来过茶乡，包括导游应该也会给大家介绍，我们来茶乡喝这杯龙井茶不说喝茶的，对不对？吃茶。对，叫吃茶。龙井是小叶种，叶片可以吃下去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入乡随俗。你们来茶乡做客不要做一个动作，其实我在这里上班，我经常看到一个动作，大家坐在这里在品尝龙井，我们不小心那把这个叶片啊会喝到嘴巴里面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吐回来。你知道姑娘会看到什么动作吗？看看旁边没人看着，理出来，然后又放回去。说实话，他旁边人是没有看到，但姑娘站在这里介绍，其实我都有看到。我希望在座贵宾不要做这动作。那杯子要不要洗干净？杯子你放心，都有消毒过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直接也可以把这叶片嚼嚼的吃下去的，苦苦的，苦苦的，苦尽甘来。嚼过之后，它一种回甘上来了。所以我出去又跟乾隆一样了。跟乾隆一样怎么样？那个此茶无味，有味无味，无味无味。当然无味难是吃，那没有味道，味道才是最好的味道。其实姑娘告诉大家哈，你们如果说吃得惯叶片的话呢，你们还会可能会吃到我们龙井茶叶做的菜。其实我们杭州就有道名菜嘛，龙井炒虾仁，这是一道名菜，对不对？我们当地老人家习惯吃龙井煎鸡蛋，多方便啊！泡开的叶片呢，把它切碎之后，跟鸡蛋就这样煎在一起吃。特别吃早餐的时候呢，姑娘告诉大家，吃早餐的时候你把水过滤出来，可以当牛奶一样喝，然后叶片接两个鸡蛋就可以了，当一次早餐。龙井炒百合，那甚至大家出来，哎，我先问一下各位，你们出来旅游到今天有没有超过三天？有，超过了。有没有遇上个麻烦？便秘，我还没讲什么麻烦。不过很多贵宾都知道，我们茶乡呢做一个景点，所以团队也比较多。